19日，四川省科技扶贫基金会官博晒出萧亚轩捐款证书，表示萧亚轩为宜宾地震灾区捐赠善款20万元，支持灾区的救援行动与灾后重建。据悉，萧亚轩近日被拍到爱车接送小16岁的鲜肉男星黄浩回家，一直到深夜仍未离开。早在2017，萧亚轩就和黄浩传出绯闻。但萧亚轩解释，只是尽地主之谊带对方出去玩。对于此次恋情曝光，萧亚轩经纪公司仅回应艺人私事不回应，萧亚轩本人也没有做出回应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